老师，刘瑞婷为什么可以跑两圈？他妈妈。没有刘瑞婷在吗？大家好，一直讲课真的没有用。我们第一分是远程的，心想吐二臭味。想一下，我们想要改善厕所的二臭味，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可以用皮质醇做成天然的清洁剂打扫厕所，使厕所变得更香更干净。谢谢，我们全班一起帮忙收集之后我们做了问卷，调查大家的意见，我们发现一般都觉得用了清洁剂过后，厕所的味道和粘度都有改善。我们也询问了愿不愿意让我们学习清洁剂的做法，大家也都。